哎，轩尼一连，我是小白啊。那么如大家所见呢，今天咱们又回来看这个《深海迷航》啊，这应该是第多少期来着？啊，大概就是那么多期啊。反正大家可以一上期就可以看到我们粉嫩的这个独眼巨人号啊。我昨天给他改名字了，不要叫独眼巨人号算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这个啊，回家以后啊，不是回家以后，就是下线以后，我自己想一下，这样呢。还是不太好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显示出我本人的这个性格，不是性格啊，显示出我本人的这个，还是性格吧。我不想说其他的，说其他的好像啊越说越乱。咱们呢还是改一下，哎，改成一个适合我的这个名字。哎呦，妈的，那我这个电得耗了多少？我没有关里面的灯。哎呦呵，啊不，我下线了，怕个屌啊！我还是改一下啊，改一下，来吧。独眼巨人号，改一下这个基本的，把颜色变得最深，啊，这个样子，哎，条纹呢，哎，也要一样，颜色最深，这个样子，啊，这里，条纹二，名字就不要那么深了吧，名字啊，咱们改一个相反的颜色啊，改成一个白色。哎，这样就好。然后前提名呢就叫原一丸亮号，哎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觉得这样就非常适合我的风格。等会儿，好，输入法已经切出去了。等会儿啊，这个哦没有载具，我要是跳下去会怎么样？跳不下去，根本就。晚上，关灯。那么今天我们肯定是要带这个，独眼巨人啊，然后去外面探险一下的。哎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离开独眼巨人。哎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原谅好还是那一般的怪是惹不起，对不对？啊，惹了他就要原谅全世界。啊，我就让他的老婆。啊，这东西说不清是吧？好吧，那就不说它。哎，我的那个名字呢？名字写在哪儿？哎，这是什么 ？Caution， 不知道。Caution， 不知道，不认识。名字写在哪儿啊？名字不应该在这个船哦，在这儿。原谅号啊，原谅号。哎，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这个封面了。嗯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然后今天呢，咱们还是去这个极光号相反的方向，那边有失落之河的这种地形。不过话说，海啸号没有逗闭的话，会不会有点困难？好像确实有点困难，海啸号没有逗闭的话。那好吧，逗闭去哪找？我还真是不知道呀。这个地方还出不去，我应该给海峡号考虑单独建造一个这个那个月亮池啊，因为海峡号啊，它哟，我这是去哪儿了？别上去，哎，下去上不来了，哇，太笨了，这个海峡号不是太笨重了，不是太笨了。啊，我这一次呢就要一次性跳上去啊，两次性，嘿，上去。哎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内部的灯呢，还是给它打开。走反了吧？啊，没走反。哦，很有感觉啊，不得不说。那咱们今天去哪儿啊？我看一下有没有给。哦，对，不是给了一个那个什么吗？给了一个那个坐标啊。啊，给了一个坐标，对。那咱们今天去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坐标给的地方。就是一个啊，原始的，不是原始的，就是很久以前的，在这个啊这个世界生活的，就是在4546B生活的一艘商船的这个船员。好的啊，咱们走。哦，大烟仔，可爱啊，太可爱了啊，太可爱了，可爱啊，烤熟了就更可爱了呢，哼。兔子鱼啊，没什么用。
啊，泡泡鱼，不是吸盘鱼。太可爱了，再来一只。我还要抓一只幸运的鱼啊，作为我的早餐。是谁那么幸运呢？啊，看来是你了，死了！不要这样子啊，太伤嗓子了。哎，翅膀附近的肉很好吃啊。哎，这个东西我竟然没扫过，算了，没什么必要。把这个海鹅号啊，哎呦，也不能冷落了人家，对不对？还是啊，要把别人停在这个月亮池里的。没想到月亮池竟然真的可以听海啸号，我还以为不行呢。那咱们可能还要造一个这个单独的月亮池来听海啸号，因为当时是考虑这个海鹅号啊，它把你扔下去以后呢，哎，会扔得比较深，所以我选了一个那么一个有坑的地方。但是对于海啸号来说就不同了啊，那你会坑死人家啊，会坑死人家，这样不好。嗯，那我先回去拿一点水啊，和一些这个应急的物资啊，然后剩下的再说。话说这个海不是这个独眼巨人号啊，不是原谅号啊，它是怎么修呢？一样这个用维修枪修嘛，修理枪，还是说要单独的什么方法啊？不知道，先不管它。嗯，哦对，不是这里啊，咱们要去拿一些水什么的，水和吃的。咱们有多的有足够多的盐的话，不如抓一些这个。鱼来腌一腌啊！哎呦，水还真多啊！带三瓶吧，喝一瓶，喝一瓶，喝上一瓶，哎，就90了。怎么这里有个酸蘑菇？好，可以去腌上一些这个东西，把酸蘑菇放到这个生物反应堆里吧。这个净水器啊，它确实耗能比较厉害。那我准备的这个过程就不用给大家演示了吧，因为啊还是比较繁琐而且比较无趣的，好吧，那我就切掉这一段。我真的没想到这个鱼抓在手上它竟然会挣扎，挺萌的啊，啊太可爱了真的是。那么咱们还是回去腌一些这个东西啊，哎，腌东西我是非常擅长的，尤其是腌一些这个 UP 主啊，比如说这个逍遥啊是吧，香菇啊，我都可以腌啊，我都经常腌他们。反正他们被我腌得很绝望最近。然后我看看啊，这个把鱼都给腌了啊，有这个腌制的洞洞鱼，咸味很重，它减多少水分先不管啊，都腌了都腌了。然后腌这个大眼仔和圈圈鱼，大眼仔。那咱们的水可能还不够，哎呦，再说了，进食会损失水分，但是可以保存更久。这都是一样，这是吃着最像鱼的鱼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主角以前应该是没有吃过鱼的。哎呦呵，这么大，这怎么应该也够了？而且它减的水分没有那么的多啊。腌制的咖喱鱼它只加13呢、啊。得了，我给你放生了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是个善良的人吧？放生啊，你看它多自由，像这个啊最自由的方向飞过去了。那个地方叫新日暮里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。洞洞鱼一般，圈圈鱼还不错，大眼仔其实是最好的啊。那就这样吧。还有啊，就是一个的这个一个净水器啊，居然有一点不够，真是打破我的三观啊！一般来说，航母啊，就是那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航母上，这么大的净水器啊，也就什么四五个的样子，它就能满足很多人的这个日常的净水啊，食用水不饮用水的这个需求了。然后这么大一个竟然满足不了我们一个人的，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啊。可能是他这里的水盐这个比例太夸张了吧，我不知道。然后盐块放进去，哎呀，动力电池拿过来吧。动力电池其实不需要，咱们那个独眼巨人号好多动力电池，基本上是用不完的，不是基本上用不完啊，它是应该是那么一次性是用不完的。然后还有食物啊，冲击枪也带着吧，啊，冲击炮是吧，冲击什么炮，冲击枪，然后激光切割枪带着，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带的了。嗯啊，对，急救包多带几个，四个都带上啊，因为小白是一个喜欢作死的人，哎，对于一个喜欢作死的人来说的话呢，多少的急救包他都不嫌多。嗯，应该是差不多了吧。嗯，应该差不多了，应该是没什么了。好，走的。然后再从那个救生舱上拿上一个这个急救包，
第九包，这个是干什么的、啊？这个不知道。逃生舱储物柜。好的，啊，不管怎么说呢，咱们这个海虾号啊，不是海鹅号啊，不是独眼巨人号啊，我天哪，怎么老说错？那个独眼巨人号它可以停放非常多的东西，所以说基本就不用太担心。什么声音？哇，哦，对对对，刚刚那只咖喱鱼啊，我抓了一只得病的咖喱鱼啊，它是得病的。好，应该可以上去了，登上独眼巨人号。哎呦，好黑呀、啊！所以这个晚上它的那个观赏性就比较差。开这个灯，然后咱们的话呢，应该是要往哪里去呢？等会儿啊，那个坐标在哪儿？坐标在这边，那就往这边去。Engine start。好像跟我说的不一样啊，它是 power in， 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只要不碰到利威，就算碰到利威坦我也不怕。哼，妈的，这么久就立了 flag， 我等一下 会不会死得很难看。不过好在呢，咱们现在啊在这个水面上航行，哎，一般来说是他们是奈何不了咱们的，而且就算碰到利威坦，他这一下应该也干不死我，对吧？毕竟这个独眼巨人号啊，它是比较耐操的啊，比较耐操的。实在不行咱们可以用这个无声航行嘛，对不对？话说这个独眼巨人号现在还能不能哦切换相机光，哎，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不同强度的手电筒，有这个摄像头的话会比较好。这是啥？这是尾部的摄像头哟，挺真实的啊，太真实了。哎，真是个屁呀，我靠，瞧你那样子吧。哇，王德发撞到尾巴了。得了，先不管，至少咱们这个生命没有 受损。一般的碰撞的话也是威胁不到咱们这个独眼巨人号的。好的，还有700多米、应该是可以考虑下潜了。现在开始下潜。还不能完全的下潜，这种峡谷肯定是不能开的，开了会死人的。虽然说有一个洞可以进去，但是也可以不从洞里进去，我记得啊，从一个这个大坡上可以下去。哟呵，等会儿啊，这个地方应该不行，这个地方不行，这是龙骨的一个这个、摄像头。耶，等会儿等会儿，这就有点傻逼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它的那个 WSAD 啊 ，A 和 D， 它不是说，等会儿等会儿， Engine powering down， 等会儿啊，它的那个 A 和 D， 它不是说让你怎么说呢？就是让我想想啊，不是说让你向左和向右移动的，它是让你向左和向右转向，很操蛋，我觉得。无声航行的话它会特别的耗电是吧？这倒无所谓啊。这啥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模块是吧？储物模，这是储物柜。这个呢？哦，这是升级模块。这可以改它的那个形状颜色吗？不可以。带着它的话应该，哎呦，那没有逗币我们怎么打呀？我们可不是没有逗币，我们可怎么上来呀？得啊！那我把这个航速调成最低，低航速的话应该就……哎，这哪儿？等会儿，应该是往这边走，没有错。太黑了。不过到这个深度呢，它就算是白天也没有那么的亮，是正常的。真怕撞上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而且用摄像头的时候看不见一些东西。
它有500米的前程，那我们的最高前程就是500米，天哪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得上，我们不是还有海峡号吗？对吧？再说它500米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独眼巨人号停在稍微上面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咱们自己下去。好，又到这一种地形了，这是岩块吧？不管它是什么，呀，可以配备无声航行，不过暂时没有碰到利维坦的话，没有必要。无声航行可以躲过幽灵利维坦，但是啊，会比较的耗电，而且非常的啊容易着火，是吧？我们需要一个灭火模块，不然的话就需要自己去灭火。啊，要是出了联机的话呢，还好说。啊，现在这个版本，哎，悬，好，应该是我们上一次来的这个地方了。哦，这环境，我往前走一点。这个摄像头应该在，这个底下的居中的位置。这是水雷区吧？话说我这个潜艇，它要是碰到水雷，呀，不是潜行者，裂空者。那个信号去哪儿了？等会儿，他会打我。那个信号在哪个方向来着？信号在哪儿啊？喂，不要这样。信号的话，它在，我瞎了，在下面。哦，真在下面。天哪，还要深潜200多米，我们现在300米的方向啊，300米的这个深度。得了，继续走呗，希望下面可以直接过去。海啸号的话，它可以潜得比较深啊，在咱们现实生活中啊，其实500米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潜艇了，一般的潜艇也就是200米左右，它就已经非常深了。这是什么？核反应堆？实不相瞒，有这个可能性啊，我决定呢下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危险的吗？还好。等会儿啊，停住。对，没有关引擎来着。引擎关闭。然后咱们上这个海峡号。哇，上个鸡眼啊。别撑住！哇，差一点就完了。热能发电器什么鬼？对了，它总比没有强。等会儿啊，把这个冲击炮，说实话啊，用的时候相当少，能用的地方是相当少。这是不是有了？哦，没有。那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点吧。好，咱们现在要上去，是那个方向。上去！呀！不要啊，要掉下去啦。果然没有逗币，来这里玩真是作死啊。一旦掉下去我们就万劫不复了。而且海峡号目前也只有900米的潜深呀。我还是把这个独眼巨人号开过来迎接他。在这边。哎，什么世道，好像不是这个地方啊，是这个地方。引擎，我看看啊，咱们首先呢要潜深一点啊，不是潜高一点，抬高一点，然后往这边走，海峡号在这边，那就要这个样子，只要掉个个儿，然后这个海峡号啊，它就啊、上来就好上来了啊。当然，这是我一个美好的祝愿，具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撞上什么东西了，应该是，这是脑魔术吧，真的很好看的、啊。其实这个游戏海底的景观都比较好。哎呀，
我这个生命值没掉，那就好。等会儿啊，关上引擎，然后咱们下去，去把这个海峡号开上来。其实这种以后扫东西啊，尽量还是不开它了，本来就有点作死了就。呀，开不上来好像，应该提高一点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刚好刚好。哎，那老夫的计算还是很准的嘛，对吧？上去。哦，反了呀。All systems online。好的，然后。Engine powering up。我看看啊，呀，他到处都在警告我，所以咱们还是先这样，先上去再说，然后往更深的地方走一走。这里应该他提醒过我啊，这里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，所以我还真有点纠结，要不要继续往下探？那个地方有那么难走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！要是有格斗手臂，就一切好说了。没有格斗手臂，真是来作死的。我宁愿开那个海鹅号来呀，这样的话，那个信号去哪儿了？妈的，又不见了，在这儿。莫非真的要从洞里下去？没有格斗手臂是不可能上来的。然后以那个海峡号来说的话，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有底的。天啦噜，就在这儿。然后咱们直接潜下去的话，应该是有个地面。进入这个射线头观测。这个水雷碰到会不会炸呀？我在想，不会，应该不会啊。哎呀，走反了，这边才是正面。我这个海不是，那个独眼巨人号这么大，他应该这个裂空者应该拿我没办法吧？不然也太变态了。我看看啊，我们还要往那边继续走啊，往深的地方继续走，然后才有可能会到达和这个500米相同的深度，不然的话根本就到不了这个深度。我天哪，有惯性系统，真麻烦啊！没有惯性系统是方便很多，真实是真实了吧？哎，我宁愿不要这真实，哼，太难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下去了。哦，应该是这个，卡住了。在这边卡住了，尾巴又要好的进来了。天啦，你烦不烦？到处都会撞上，那直接下潜应该不会吧？哎，不对呀。我们这个已经就是咱们的海独眼巨人号它已经变成了，不是变成什么，就是它已经是头朝着下面了，尾巴那个地方下不去，所以就这样了。我看看啊，对，咱们的这个独眼巨人号它现在不平，一般来说应该是个平的。哦，引擎没有关。我想想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从这上面来看的话，毛也看不出来。我就是不知道啊！天哪，让我在摄像头里看一下吧。Engine powering down。这里好像没什么，这里倒是，我看看用尾巴这个地方看一看，这是尾巴这里，这个地方是怎么着也下不去了啊，下不去了。然后这是龙骨的，这是潜望塔的啊，这地方可以比较完整的观看啊。看看左右的话，哦，
得了，咱们可以往那边去，那就不用啊，没关系了，那就没关系了，推住。咱们上浮，可以往那边啊，继续去。这什么？问那个发动机温度高吗？好啊，咱们可以往这边下潜。可能现在因为我这边是白天啊，所以就感觉啊，这个屏幕特别黑。那是幽灵利维坦吗？怎么突然？有点吓人呢，我说。渴了。Vital signs stabilizing。要不叫你游泳，真是的。这反正听上去不是什么善茬啊，咱们一会儿还是如果碰上了就用无声航行，毕竟啊独眼巨人号干不过他，还是不对，还是不对，从这个地方可能就要用海峡号了。嗯，好了，就从这里用海峡号吧，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沟啊，所以用海峡号还是比较方便的，不是比较方便，比较没有那么的危险，只能那么说，不然的话真是找死了。把外部的灯开着，内部的灯给它关上。不对呀，算了，咱们有标识趴个屌，咱们可以看到那个独眼巨人号的确切位置，所以都关上。好啊，往这个地方去走。那个信号呢？天哪，它这个标志啊，为什么要弄成蓝色的呢？本来你就是海底，对吧？蓝色的比较不显眼，黄色的还比较好。不是这边，应该在这附近，哎，应该在这附近。先看看，先看看，这脑毛术，脑魔术啊，不是脑毛术。啊，这个地方可以下去。这里才300米，我看看下面是什么。太深了就不用考虑了。太深了就要靠海不是独眼巨人号去了。嗯，那好吧，那还是要靠独眼巨人号开一段的。上去，哎，怎么在那边？好吧，还好，可以上去。太黑了。呀，靠！我好像卡了一个啊、哦！我好像卡了一个不得了的 bug。咱还是往那边开一开，那边比较深呐、啊，甚至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超过这个独眼巨人号的下潜极限，在这边。哇，我简直在作死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算了，玩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种作死。呀呵，这里有个热泉。我们是一个发动机效率模块，不是一个热能模块。好多的水雷呀、啊！等会儿，这水雷会不会炸啊？究竟？说实话，在下不是很想试，但是好多的那种警告已经出来了。但愿它不会炸。我看看摄像头啊，这是底部的摄像头，咱们一定要往这边靠了，往右边靠。唉，往不了右边啊。我说了，它是吊盖儿。哎呦呵，擦，先往前走，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炸。我觉得它叫水雷，它就真的有可能会炸。好，已经438米了，哎，再往下前，
就要超过那个极限了。不过好在呢，那个信号也非常近了。裂空者，等会儿啊，我尾巴上有那么多东西，尾部。那个信号又去哪儿了？哇，他盯上我了。哼，大不了打一下。哇，一个得病的蟹油。哼，我看看啊，咱们现在信号在那边。妈的，真的应该。能量信号。等会儿我们往这边开，潜身再见。蟹油，真不管他，对我们那个独眼巨人号根本就造不成任何危险。独眼巨人号我现在怕的啊，一个利维坦，一个是这个裂空者，裂空者会把我拽出去打，哎，把我吊起来打，那我可真是打不过他。卡，哦，吓我一跳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今天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。下潜一点吧，咱们在慢速航行的话，这啥？就是蟹油，没用的小伙子。心情不好，我给你撞死行不行？生物攻击，哎，这个玩意儿，不是我说笑啊，你简直就是在说笑，兄弟，我撞死你行不行？好，这应该就是他们的基地了。这个地方独眼巨人号过不去啊，不是独眼巨人号过不去，没用的操。我们从这里下去。哎呦，这上不去啊。那行，应该可以从这里关闭引擎。哎呀，一定要进入驾驶模式才可以关闭引擎。我怎么说他呢，我之前扇他一巴掌啊，算了。要不要开海？哎，不开这个海峡号了吧，有点作其实。不管怎么样呢，咱们还是到这个地方了。离开独眼巨人号。哇哦，新世界，这里面长毒刺没有？希望不要长。啊，似乎没有长。在这里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获得一些有用的蓝图，能获得蓝图的好说。没有蓝图我就杀光你们。哦，光能脚，有个弹用啊，啊，他们有酒，仪器的 PDA， 瘟疫，哦，他们也发现了这个事情了。然后有这个咖啡机啊，我能不能来一杯？应该不能。那说实话，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有用的东西啊，有可以扫的东西。等会儿啊，相框，哎，我去你的吧！得了，拿一个呗。那个蟹油还在坚持不懈的打咱们的那个独眼巨人号，让他打，没用。等会儿啊，咱们这里应该没什么了吧？空的行李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了。这个没什么。哦，然后咱们回一下这个独眼巨人，吸一口氧气再出来，再回来，不是再出来。哎，反正他应该不太可能对这个独眼巨人号造成什么威胁，当然是我的猜测了。我看看啊，我们的这个独眼巨人号血量减少没有？哦，没有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血量吧？对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血量。嗯，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越发的卡。哦，这里有一个 PDA pad 剧中啊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故事线，我在那个社长的实况里没有看到，还是我看漏了？嗯，都有可能吧。要怎么上去？哎，不是可以上去的吗？也骗人的，不会吧？
还是说你们 每上一趟楼都要从这里出来再上？是从他的卧室。太脑残了吧，不能上。哦，有 PDA 肯定能上，这里面 有一个 pad。 我看看怎么进去。吓我一跳啊你。从这里如何上去啊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卡上去？不会吧，不可能啊。有一个 pad， 但是真的没有上去的地方呀。切个枪，给你拉上去？不可能。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思考一下。难道我们要在这里建造一个楼梯？不太可能吧？我说，咱们在这里应该是建造不了任何东西的。比较的，莫非这是一个设计上的 bug？ 那可就有一点点操蛋了啊！不管怎么说，都很操蛋。里面有什么吗？有一个大型的水族箱，是咱们所需要的。有一个 PDA， 也是咱们所需要的。擦，这不会是他们设计失误了吧？我看看啊，等会儿。啊，好吧。那我真的没办法。那你们谁有办法？你们谁告诉我一声？哎呦，好吧，那我没说。哎。大型的水族箱，哎呀，找你找了好久了，咱们这样就可以在这个自己家里养鱼了，啊，以后抓鱼啊，抓这个幸运的鱼就不用出去了，啊，它一生下来就是幸运的鱼，听上去好惨啊，各位。好，有一个这个仪器的 pad， 灾难 ，disaster， 好像不是 disaster， 忘了，这里还有这个数据箱，独眼巨人号互动发射 ，nice。非常的 nice， 我跟你们说，非常的 nice 啊！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啊，咱们先回去吸一口氧气啊，先不管别的。有一个严肃的问题，怎么出去啊？在这儿，对，救援号，去吸上一口氧气。哎呀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好的，啊，有这个互动发射器了。你别吓我，你把我的独眼巨人号电怎么了？你是刚刚电的断电了？不会吧，但是生命值上好像并没有任何的减少，可能这是单纯的脉冲波让这个独眼巨人号断电是正常的吧，我猜测。好的，然后咱们还有一层没有碳，赶紧的回去。今天玩游戏整体有点卡，所以玩的不是很舒服。哎，靠！好，这里的话应该有不少可以扫的东西吧？这是什么？又一个 pad， 还有小型的样本。哦，橙色的先驱者钥匙，橙色的，哇，就这么一个吧？好像不对啊，咱们应该先扔下来扫了它。对，先把它扔掉。然后扫它，我丢！你在逗老子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我以为直接给我卡 bug 卡没了！我靠，好，咱们有这个资料了，嗯。橙色的我记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钥匙啊，好，那些先不管。这个什么应该不能扫，这个也出不去。然后这里的话应该是没什么了吧，拿出这个计数器了，不是什么计数器，那个扫描器了。那个蟹油一直在坚持不懈的攻击我们的独眼巨人，有病吧你。好了，这里应该是没什么了，越发的努力了。等他，咱们还捡到一个未知生物的蛋啊！这个蛋呢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抱抱鱼的蛋。咱们终于可以养这个抱抱鱼了。哎呀，可爱的小鱼，嗯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？
呀呵，哇靠，这咬一口，这真鸡巴什么嘛，比前行者还垃圾，我靠！好了，这里呢就算探完了。嗯，不管怎么样呢，靠，它真的可以让我们这个独眼巨人号暂时的断电。哎，收到了一个这个信号。嗯，好的，那么不管怎么样呢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呢就到此啊，听一下信号吧。我看看啊，这没有建造枪 ，this 没有钛啊，所以说没办法了。这应该是鲍鲍鱼的蛋啊，咱们带回去养，在家里建一个这个水族馆啊，这些呢都是后话了。咱们今天呢这个视频呢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，不妨订阅我一下啊，这个关注我一下，然后点个赞之类的啊，这些对我小白现在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。然后想和小白一起说说骚话的啊，可以加一下这个小白的粉丝交流群啊。又叫乱交情，不是那个啊，交流情，就是交流情啊，不要误会。哇靠，你还电你妈逼哦，他一电咱们这个电力都变成零了，我的天哪，还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复。天哪，他这么牛逼的吗？那他怎么能不能给咱们充电呢？啊，超电子炮是吗？又是生物攻击，不过他咬一口真是不痛啊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，我是小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卡了。